大家好，我是孝廉阿公郭汉章。很多乡亲对我的印象，脸黑黑，头低低，又有一点点憨。其实这是我，没有错 ，local 又憨憨的在地直男。一直以来，头低低穿梭在竹北市各大街小巷，认真做好市民交代的工作。有时疏忽的笑容，还请大家能体谅。与何干民何市长一起为了竹北的各项建设努力，转眼十来年，不敢怠慢，更不曾离开过。现在为了延续幸福的各项工程建设愿景，汉章愿意也很努力的，希望能获得大家的支持。请大家让最了解、最熟悉在地的郭汉章来继续为大家服务，争取市民最需要的各项建设，让原有进行中的建设如期完工。乃超何勇看得到，恳请您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。